也许人生就嗯，重点是你看我没有看歌词啊。也许那你还那你都拿这样干嘛？我会努力振作起来，鼓动的节拍，阳光会永远存在，犹豫排除在外。相信大家用键盘打字应该都蛮快的吧，但其实呢，我小时候键盘打字真的超慢的，因为我们家虽然有电脑，但爸爸都不让我碰。然后长大之后 Facebook 出现之后，偶尔会在上面用电脑跟朋友聊一下天之后才快了一点点，换了手机之后呢，比较熟悉那个 BPM 的位置之后才好一点点，但到了大学之后我才学会，没有，我现在还没有学会不看键盘打字，但是今天就要挑战看看不用键盘打字。我要找办公室的大家来挑战我，赢过我的话呢就可以得1000块。今天呢会用我们的冰爆键盘来挑战。今天呢其实荧幕脚本上面写是珍珠美人，所以我相信呢，就我多找一些男生跟我比赛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输我，因为我的歌词呢是背得滚瓜烂熟，应该吧。那影片一定要看最后呢才知道我到底赢了多少人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第一个选手是建中，他是我们公司我最喜欢一起拍摄的摄影师，因为我们同时间进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同时间进公司，好，差不多，我算同期生。那还要问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打字？国小的时候，像电脑课都会有一些打电动的时间，但是你要先把可能有100个字，你要先把它打完。我是从那时候开始打字，但是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电脑，所以我每次动作超慢，人都已经开始玩了，然后我还在打字玩。我也是我都是班上最后倒数打完的。我是到后来好像有跟女生聊天之后，才开始打字越来越快。爱情的力量，学起来。想打字变快就跟女生聊天。对，真的。对，开始了吧。3、2、1，哇！那我们就打太快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我错字哎，我要整段重打哎。最美丽，最动人。你念出来。那我打到哪里了？大概了，哎，太慢了。对。近期遨游。说七大海洋，说七彩的梦幻，说追求七大海洋。我一直错字。其实是梦幻，打完喽。啊！我看一下有没有少打。我们建中还有心有余力检查。是，我也打完，我错字很多，我要一个慢慢选。我是不是可以结束了？好的，就举手吧。我都打一个空白，好了。我知道我问题在哪里。我的问题是，我会一直被他讲出来的东西干扰，然后一直错字。下一个，我那不够认真。我知道，我应该要把它放在这边。下一个会赢的，去拿我1000块了。我要检查一下。很难不错字找到一个错字。哪里？第一道是什么？第一道没有纷扰的角落是什么鬼？干。还偷改，可恶！没关系，领钱喽。第二个选手 Clear， 他是我公司的经纪人之一。Clear 是那个 Erica 找来的，我很怕说他找一个超级高手要把我电爆，很可怕。而且到底要来赚1000块的？对，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对珍珠美人了解多吗？我有看过。哦，那你歌词有背吗？大概知道6-7成。3、2、1，哦。决定要带着梦想，我想念出来。独一无二，找不到二在哪里？二在哪里？二是唯一，沮丧。竟然还有英文？回忆啊，他拿英文了，全是你自己的主人。D A R。MYSONG， 往后尽管我来检查一下。好，我还有余力检查，看来大家都很快了。结束。好，我来看看，都对耶，他打的段落都是对。可恶！恭喜 Clear 获胜。耶！我觉得我有一段其实速度还蛮快的，但是后来又开始慢下来。他中间插英文真的是很奸诈，因为换字很难。那我们下一组，可恶，又输了，要领钱呀，可恶。
要破产了啦！好，我们第三个挑战者来了，宇君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公关，也是跟我认识非常非常之久。先问你，就是打字应该蛮厉害的吧？因为毕竟公关都要写很多很多文章，我们公司的一些文章写的都超好，都是你打的，应该算可以吧？工作上都在打字。完，那我直接认输。三二一，哈！哦，是这首、哦。啊，完了，第一个字。好紧张哦！你明明就没有紧张感觉。有，我很紧张哎。还有英文哦。哦，你已经打英文了。好了。啊啊！我才一半哎，好可怕！你找到什么样的人来呀、啊？哇！我应该没有错字吧？第一个字就错了。好、啊，第四个字也错了。澎湃的海水在等待。我靠，你会唱？相爱，为什么你会唱？因为有有爱。去哪里？一千块。我该不会今天全输吧？第四位挑战者是 Shiny。Hello。Shiny 说他打字很慢，但是呢，我刚看其实还蛮快的。然后再来呢，他说他六月换电脑，明明就有四个月以上的时间可以练习耶。不过还是很慢啊。我这是刚拿到的新的键盘，这个超漂亮的，很疗愈哎，超美的，而且它一直换颜色。我喜欢有声音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歌词发下来。三二一，啪！这首我会。等一下，我检查。我打完了，我要改错字。好，你没有错字吗？没有，真假的？对，耶、yeah! ！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差太多哎。我觉得我又是刚刚有一瞬间找不到某几个字，可恶！你刚刚在唱，我还在依赖小那个朋友，还说我刚刚你打在一模一样的地方。真假的？所以我们其实速度差不多，至少我觉得几乎是平手状态了。好，去哪里先看就看。耶！好烂哦、喔。那我刚刚就是输后了，可恶，好烂哦、喔，我都不知道我打字有那么烂。那我现在就是加码去挑战我爸妈，你知道吗？爸妈就是年纪比较大，我妈应该中打很强，但是我爸他应该是用两根手指头打，所以我等下去挑战看看。Go啦！现在来到我们家的办公室，然后找了我爸来。那我爸的话呢，因为他是全英文工作，所以他其实英打很强，但是他中打超烂。烂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之前看他打字是用那个两只手指头打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是爸爸嘛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让你有两个选择：第一个把歌词翻成英文，你用英文打，还有翻译的时间；第二个就是你就是跟我比中文，谁打字比较快，直接比中文。但是我要先说，因为我现在电脑就是他有时候打字我没有办法修改，我错字我也会很多，所以没事，我们是公平的。拿到题目之后直接开始哦，三二一。这个软体不好啊，怎么比？你用 Word， 我也是用 Word。我感觉在菜鸡互啄哎。耶，赢了！我赢了！耶！我要来检查一下。好。哎，错字蛮多的哎。玫瑰，照亮你。还要答吗？不用啦，我赢了。是尼如赢了，但是尼如错字很多。耶、yeah, ，果然赢过爸爸。好，接下来，爸爸还是你表现一下你的音打好了。好，就打这个后面背面吧。三二一。Biggly， 根本我还是会赢吧？没有哎，爸爸打超快的哦。台湾人音打不会快到哪里去。你如是不是要输了？我应该是会输啦，跟那种全英文工作的人怎么能比啊？他每天都在回英文信件，除了美剧之外，不会接触到英文的东西。哎，我打完了。哦，你打完了？对啊，超过了。你干嘛？没有到 look 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现在才打到第二句而已。我现在才打到第二句。爸爸英打厉害。那我们接下来换妈妈，接下来又换英妈妈。我不可能赢妈妈的，我就是来输的。打中文应该不会赢你吧？会啊，会赢啊！你现在不是手机很厉害，打字好快哦。手机跟电脑差很多。对，而且重点是，你看我的键盘它是没有中文。哎，对啊，你怎么办？他今天的挑战。对。哦，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看题目。等一下我们三二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。哎，我好变快了。哦，你好快哦！我到现在还没想到中文在哪里耶。近视
是谁会赢呢？我们两个的东西是一样的。对。真的耶，他会自己对耶。所以你之前打慢是因为你一直在改字，你不要改字。对啊，我一直在改字，然后就一直骂说为什么现在要变成这一种。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用。可是他多久会帮我改正？他会一直改。哎，我打完了，耶、yeah, ！但是我觉得，因为你之前不知道怎么打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，我们就打第一段，就是不要改错字的，大家看。我很好奇妈妈打字有多快。我赢了。耶、yeah, ，好棒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要被罚1000块啊！是如果我输的话要给1000。那我们还要打英文吗？你要跟我比英文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嘞！我要走了。这次打字的键盘大家是不是觉得超级漂亮啊？这是 Rocket 的 Vulcan 87键光轴键盘，它有超美的外观，开放式的键帽除了更亮更美以外呢，也会拔掉数字键，所以你的桌面空间就会变得更大。它使用的是冰爆泰坦轴，可以很好的处理打电动时候的快速连点，因为光轴的速度比机械键盘还要快，所以会更加的灵敏。我觉得这个键盘不止日常使用，打电动时候也让我觉得特别顺手。若搭配冰爆的无线耳机 ELO7.1 就会让游戏有更棒的体验哦。虽然冰爆键盘本身就已经非常漂亮，但是你还是可以下载驱动程式，客制化你的键盘耳机的光线。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超级心动呢？现在只要留言说你觉得冰爆键盘的优点在哪里，就有机会抽中滑鼠夹、滑鼠跟滑鼠垫哦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追踪我 IG， 按赞我的粉丝专页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